但我有个开海鲜店的爸妈是什么体验呢？深夜趁爸妈睡着，起来搞点小夜宵。姐，我给你做一个棒棒糖。哇，纳尼？这样吃棒棒糖真的很过瘾啊！那为了感谢你，我也给你做点吃吧。那就来安排一碗螺蛳粉吧。螺蛳粉里怎么能没有螺蛳？老姐，这锅太小了，要加点白菜怎么？这才是深夜追剧的正确打分式。现在来加入咱们的九宫格菜品。咱们来浅尝一下西瓜螺蛳粉火锅，味道咋样？味道真的绝呢，赶紧的再吃一口。又香又辣，太过瘾了。好鲜啊，满满的螺香味。再来配上一个螺蛳粉里的螺干。哇哇，这也太有嚼劲了吧，好 Q 弹，特别劲道。听到了吗？它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，下边这部分就是软绵绵的、沙沙的口感，这才是真正的螺蛳粉啊！这螺蛳粉里的螺吃的真的太得劲了，能让我嚼上7749下。好有嚼劲啊，但越嚼越香哎！再来一个小螺，哇！这螺蛳粉的螺味特别浓郁，再来配上一口粉，真的好吃住了。一个一个吃根本不会瘾，给它串了一串螺丝串串。再来给它泡上一个炸蛋。印满了这个螺丝粉的汤汁。再来一下一个虎皮凤爪。妈呀，它软烂脱骨，入口即化的感觉。晚安。